今年我终于等到你了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你心跳声的那一天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瞬间。你要跟我结婚吗？现在走，好，走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被医生告知我很难怀孕。在去年开始积极备孕后，长达半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消息。检查后才发现，原来我的子宫内膜过薄，天生就比别人还要难受孕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。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事情就是发生了。我们必须一起面对。我开始认真调养身体，接触我最不爱的运动。这过程好多次，多到我已经数不清了。看着总是一条线的验孕棒，从一开始抱着期待，到后来变成绝望。但在今年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你心跳声的那一天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瞬间。这一刻，我只想把我最好的全部留给你，也希望之后你可以快乐健康的长大。小布，我们都很爱你，也谢谢大家看完这支影片，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大事喜悦分享给你们。